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台北的年货大街、迪化街究竟都卖些什么好吃的呢？跟着我的镜头 ，Let's go！ 海苔片这香松的有无？三岛香松哎，海苔片，对，还好，我感觉了。来来，看看喽，一家鸭舌喽，来试试看看，来试试看看吗？可以做拼盘，可以做拼盘。你没有戴口罩戴眼镜。哎朱大爷，好酷哦！九十做优惠，九十分两袋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帮你四八之光，你怎么卖？帅哥，小的六十，大的一百，可以啊。冷藏三天，冷冻两个礼拜。对，冷藏三天，冷冻两个礼拜。三个好吃，非常好吃啊！非常好吃，真的哈，真的。三，哎，让你。看看呢，谢谢。
大不怪。一包120块。This你好，都可以试试看看。来，都可以试试看看。不会，来。来，你问我问伊，拄仔都有人啊？谢谢。嗯，八八，五百三十八，已经涨了八，就是啦，我这怎么干嘛？还比店员？哦，那一碗四十，两碗七十哦，不行的。各位，好，这个现在我们在外面逛一个小时。好的，本期视频也即将告一个段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非常谢谢大家，再次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发财，身体健康，别忘了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